咱再来看前一棒的投手张志佳哦，伊捌伫国际赛表现了真出色，受到肯定。伊嘛捌出过唱片，去过日本拍过一棒。也唔过哦，2010年，因为一棒签到案，伊无法度搁再拍一棒咯。今仔是传出讲，伊因为心脏病，伫中国过身，才43岁年龄。张志佳的面册哦，有朋友写到讲，张志佳因为心脏病伫困梦中过身咯。张志佳因为牵涉到一帮的签到案离开一帮，伊捌开过餐厅哦。最近一几冬伫中国的教格尼湖球，今仔传出讲伊伫中国过往咯，伊的亲人嘛有证实这项消息。